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系列人物访谈《冰雪缘中国梦》，我们一起去聆听中国冬季体育人的故事，和他们一起憧憬两年后的北京冬奥。谈到如何走上花样滑冰的道路，并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姚斌想了想，用了这样一个词：命运。我学滑冰，我不知道什么叫花样滑冰，被老师挑来的，然后又退回去了，又来一个老师又把我挑来了。运动员期间呢，我又受伤，也不想干了。然后呢，正好又有了双人滑，又改成双人滑。双人滑退役以后呢，又不想当教练，但是领导呢说没有做教练，我的教练当领导了，别人想做还做不了，你就做吧，你还得。就是命运，这不是我选择了这个东西。命运使然，听上去颇有些无奈的意味。毕竟对中国花滑运动来说，那是一个荒芜的年代。1980年，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花滑世锦赛上，姚斌和栾波搭档出战双人滑，那也是两人第一次登上世界大赛的舞台。对于那次记忆，姚斌这样形容：我作为运动员第一次。那是很丢人，很丢人的，因为这个差的太多。人家是这样的排着，我们是在下面，这最后一个这么跟，你跟都跟不上。等到后来我要转业的时候呢，我们跟上了，偶尔的还能赢一个两个。这个过程就是你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在国外，你又学了很多东西。我以前教过那些学生，老是说，教练，你那时候没好好教我们，要不然我们也都。拿世界冠军了吗？我说那个不是不好好教你们，是教练那时候水平不行。但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花滑开启了破冰之旅。在因伤退役后，姚斌接过了国家队的教鞭，担任双人滑教练。在他看来，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就让弟子们去实现，而他要做的就是为弟子们排除一切困难，向梦想接近。他说困难太多了，第一没有教材。你说国外怎么练的不知道，请过所谓的几个教练，外国教练都不是科班出身，都不是真的。裁判来拿规则来给你念，他能教你，他教你怎么练了吗？没教你怎么练，没有经费。所以说现在后来都说我这个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什么，除了生孩子不会，你什么都得学。服装你没有钱，你就得自己做，对吧？编排也得自己编，所以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被逼出来的。或许正是骨子里就刻着认真的基因，在国家队执教30年，姚斌交出了一连串让人信服的成绩单，这其中当然离不开他的老大、老二和老三。像张国、庞清、龚健、张丹、张浩，我这个俗称叫老大、老二、老三，他们是分期分批，也根据年龄段，然后呢达成的这个队伍。申雪、张王博呢，就是一部交响曲；庞清、龚健呢，是那弦乐曲啊，那种比较细腻一点。你像张丹、张浩，就有一点像这个现代爵士乐，就像这个一个大家庭里面养了6个孩子一样。甚至有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呢？老大穿完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的。就那时候没有经费嘛，包括音乐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条件，对他们来讲就是个锻炼。张丹、张浩是个推土机，他实力强，有力气，那他推出去，把这些前面的选手该推都得推下去。庞清、龚健是挡箭牌，对吧？你说谁要来这个攻击我们这个申雪、张洪博老大，我们来给挡挡箭。最后。到山头上去卡大旗的肯定是申雪、张王博，就这么一支队伍，我本人打了7届，但是他们呢，应该从也是5届吧，至少你要是申雪、张王博也5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姚斌慢慢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站在场边冲着队员们呐喊和弟子们击掌了，于是他再一次把希望放在了徒弟们身上。因为2013年的时候我要做颈椎手术，这样的话就会耽误很长时间，我就跟领导就谈了，看看有没有接班的，谈过几次，最后张武博接班了，
那好啊，这边呢现在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个工作我都交给他了，我就讲了一个道理，就扶上马，送一程，不干预。你老二呢也是自己原来在队里有想做教练，后来根据情况，现在航天总监自己又搞了一个艺术滑冰艺术中心，说在不同的方向，但是都为了一件事，花样滑冰在发展。至于张浩呢，只是不死他这个心，在几个关键节点上呢，没有得到最好的一个回应。那他现在在继续坚持，真是好事儿。30余年的时间，姚斌见证了中国花滑从零起步到坐稳第一集团。他也把自己多年来探索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花样滑冰事业。2022年冬奥会来到了家门口，姚斌说出了他的希望，也是希望他们都每个人能够保证一个好的心态。毕竟是在咱们是东道主，就像2008年一样，谁能想到能拿50多块金牌啊，对吧？奇迹会有的，我相信会发生奇迹的。